4月19号，4月19号到4月23号、20号，我们有6个同仁一起到日本到东京去，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那我个人在那个拿卡龙那个地方参加这个冲绳回归日本40周年的国民大会，在会场里面大概100多人，我们当时是请江龙雄先生做翻译。那我是很大胆的、很积极的。当主席在宣布有台湾民政府的成员来的时候，我就站起来，就直接走到中央的这个一个台子，有个台阶，我就走上去，直接跑到讲台上，就拿起麦克风就开始演讲。后面就是大日本帝国这个红色的字太阳那个很大面积里面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国旗。那我就开始讲话，那江先生就是赶快上来翻译。我们讲话跟翻译的时间大概6-7分钟而已。但是那6-7分钟所讲出来的话，后来铺上网，在日本全日本这样子流通。所以这样的话就当然是产生了一些作用。第二次我们在5月11到14到这个琉球去。琉球我们去参加他的这个游行。参加游行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组织叫做日本议会。日本议会是一个民间组织，通常都是专业人士，医师啊、工程师啊，还有中小企业老板以上，这些人呢组织一个日本议会，遍布全日本各地。那么日本议会的总部是在大阪，那这次办这个活动是日本议会主办，所以大阪很多他们的日本议会的成员都来参加。那我们就大量在那边发我们的这个名片，还有我们的这个宣传品。然后我在当时本来要求要有讲话的机会，那因为他们说在那地方没有很多时间给大家讲话，所以我们就是他倡议，我们就站出来跟所有参加游行的这日本人士呢敬一个礼，是大概我是敬3个礼了，那给他们感谢，说让我们参加这个游行。那后来有一个，然后南海龙，叫做藤本啊，普吉诺小姐，她是大阪议会的一个妇女会副会长。她看到我穿着比较特别，我穿了一件那个我们泰雅族的这个上衣，夏天的上衣很热，我短袖的衬衫上面套那件泰雅族的这个上衣，非常漂亮。又戴一顶帽子，就很特别，所以他就叫我到前面来，拉着那个红布条，在游行的时候拉着红布条往前走，是我在左边第一个，显然那位置蛮重要的，因为拍摄都会拍在那个地方。然后走到一半，我想我戴那个原住民帽子，可能他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是民政府，所以我就跟赵哲说，他的帽子跟我交换，我就戴我们的民政府的帽子，这样子走完全程，感觉到好像是很受注目了，因为两边的行人都会看到我这个人很特别啊，他们会注意到，有些人他会去查说，什么是台湾西部高文的，这种情形当然会延伸出去的。当然我们在那个地方在那个会场夜晚的市民大会堂，我们是没有排进一层，也没有公开讲话，但是在那里我们也做了一些活动，在散会的时候也跟很多日本的友人跟日本议会做一些沟通，希望下一次有这样的会话，有这样的会议，有这样的活动的话，要事先通知我们，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组织能够参与讲，能够在那地方发表演讲，让大家让全日本都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在。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经过这半年多的努力，从去年的决战中心，从去年12月20号到24号，对，我们从去年的12月下旬到那个靖国神社跟这个天皇皇区去以后，我相信在那里是激起一堆涟漪。然后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第二次我们到日本去，就是4月初去的时候，我们拜访几个议员，当然没有看到参议员，但是呢，我们
跟参议员的助理都见面，给他一些我们的资料。那么到琉球的时候呢，我们大概亲自的见了两个，一个是众议员，一个是参议员，他们都非常高兴，把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论述跟他做报告，跟他们讨论，他们都非常 exciting， 闻所未闻，因为历史上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并没有说这么清楚，所以他们要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努力的去搜寻相关的资讯，要他们研究助理。要他们议会的助理、议员的助理去做一些搜寻的工作，去做一些研究工作，将来可以跟我们做很多交流跟沟通的地方。那我们希望他在日本的众议院跟参议院能够把我们的事情、把我们的主张、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做法都提出来跟他的同仁讨论，将来如果有关我们台湾的问题、我们台湾民众的问题，他们一定会相当的重视。这就是我们播下的这一次八月中旬我们要到日本去出席他的记者招待会，我们接受邀请去参加关于台湾民政府的过去的主张论述跟现在的活动的整个的记者招待会，这个意义非比寻常，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邀请。那我相信各位同行、各位长官听到这个消息，一定跟我们中央几个成员一样，非常的感到兴奋、感到高兴。我就报告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谢谢大家。秘书长报告。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上一次中央决策委员会有通过金田圭明担任咱的副主席，兼驻日本的代表。因为本来咱的副主席，本来那个驻日代表是由咱的主席曾根宪章担任。因为曾根宪章已经即马是做咱的主席，而且金田圭明呢，伊挂伫东京。挂伫这个叫做哈嘛横滨呐，伊公司是全世界大都市啊，拢有一个办公室。伊真热心，伊嘛愿意来替我们民政府效劳。所以咱通过讲去来邀请，伊嘛真欢喜。后来咱的民政府来开会，啊嘛愿意来担任这个副主席。啊，这个驻日代表，啊，这个代志有甲咱的主席曾根主席有甲报告。所以咱是黄天赐先生担任咱的国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天赐先生，请你介绍大家小话。那这个人事吼，我甲各位报告，所有人事拢爱报告美国，毋是拢咱家己决定。私底下公共就遵守 ，no， 不是这样。所以我有一件代志要甲各位讲，就是讲，有人会感觉讲，你台湾民政府拢无选举，安尼就无民主啊。各位吼，是即个我利用即个机会吼，是即个所在间接将即个问题甲各位做一个答案。台湾民政府主席是要搁伫美国君主政府占领下的台湾，所谓的军事政府占领。意思就是讲，一切叫做是文件军政，真好甲在讲中国国民党吼，无啥物好事啊。但我甲恁教一点，就是讲，伊中国国民党甲咱个中华民国讲是由军政训政啊了宪政，所以呢，咱今日诶台湾民政府是叫做是军政实行，所以咱无投票。因此呢，啥物时阵咱会当训政，就是将美国将台湾诶即个主权。台湾的管辖权交予台湾民政府一时间啊，安尼就要开始进入训政时期。伊伫到台湾的这个基本法设立以后啊，就是变作宪政时期。宪政时期呢，啊，就会当来选举啊，所以呢，这互各位吼，这个也做知影一下。稍等下吼，我要阁拜托咱的总理吼来。
甲咱来补充这个金田惠民的代志，吼，各位嘛知影者吼。这是伫顶回中央决策委员会吼啊有通过。第二点呢，建国神社的会员啊申请的资料，想要在建国神社，迄个建国神社有一个有分做正会员，就是正式的会员。伊毋是讲清清菜菜，你要参加建国神社，伊就互你参加会员。伊就是参加的会员啊，伊伫位置本建国神社啊，会寄一张伊个正会员的卡片互你。啊，这个卡片呢，就是伊经过因当天有39,100名的台湾的精英的英灵啊，啊，伫遐伫供奉。啊，所以呢，这个建国神社的正会员啊，咱家要求讲。咱台湾民政府是不是会当参加600名到700名，就是一个州会100个人来参加，尤其是伫即个今年的12月20到12月24，咱是第二遍要去建国神社，甲日本的皇宫、甲日本天皇接收，而即个以前啊，啊希望讲各州的即个建国神社会员的即个申请资料，咱已经交予即个各州的州长，它是啥呢吼？那个教育的规定吼，是要交3000块日币一票啦，啊换算台币差不多1100加1200啦，啊你着从这个钱放伫伊个信封，这个信封也是对日本来吼，就是建国神社的一条信封，放喺内底，啊咱统一创个好势了啊，啊直接送去这个日本的建国神社，当时咱就要求建国神社吼，爱予咱台湾民政府吼，上少嘛爱有1年或2年的理事。安尼来正式话来参与建国神社内底一寡属性的迄个管理，啊，所以这方面吼，啊，拜托咱各州的这个副首长，我是建议讲，是因为咱大家副首长吼，啊，每一个副首长负责个名，啊，剩咧就吼，这个做州长吼，啊，去统筹，统筹100名，啊，希望讲各州吼，较早来将这个申请的资料嘛，伫这个6月29到6月29的12点。以前吼，来交到这个中央办公厅来统筹处理，这是第二点的报告。第三点呢，各州的州内阁的名单吼，啊，我来拜托讲，伫这个6月30的这个6点以前吼，来寄来中央，啊，这个呈报伫中央的迄个中央办公厅啊。中央办公厅，咱起码有中央办公厅有，组织部，啊，有这个啊做秘书处。阿毛这个资讯处，阿毛宣传部，那起码开始呢，越来越为越这个完整。啊，作为这个中央办公厅的这诶这成员啊，诶主席呢，他比方哦，逐渐名额拢愈来啊，波了愈低。啊，所以大家过来，干嘛讲？啊，恁中央奈遐侪钱啊？起码讲了过啊，是咧，今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做这个会议还8万块呢。啊，食一个讲爱900块，现在愈来愈侪钱。我甲各位讲哦，天助自助者啊！啊，其实吼，美国去金边啊，毋是咱去金边，咱啊，咱实讲哦，咱足皮的。啊，我讲咱足皮的，咱训练年外甲即嘛2000名还袂训练好势。所以吼，美国愈来愈急，啊，即话咱会较袂爱做。咱顶回已经有讲过，4000名训练的基本人数，伊才要将这个政权来交互你。啊，咱现主席4000名还袂到咧，啊，即马中央吼，中央有这个做去讲吼，甲迄个州长讲，啊，你这个内阁吼名单，甲参议员下遐名都爱报啦，啊，你做这个参议院啊，甲参议员啊内阁这名都拢一定爱受过高级训练，所以你来看这边吼，没有受过高级训练的，咱拢优标。因为这无啊，多这不是咱家己规定的，咱拢是一直爱经过美国，甲美国讨论以后吼，啊，咱才有法度来做决定。所以这点吼，大家我知影国军话啦有困难，就是讲吼，伊即马迄个受高级班啊无够人啊，所以咱是准备讲内底内部吼，内部国军吼马上伫这个月内底呈报伊无够偌济人，啊欠偌济人来补训。啊，同时呢，咱伫这个咱个网站啊，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啊，当然各位拢会看会到。但是咱要有一个网站是咱旧的，叫做台湾民政府，即马改做中央办公厅，啊，中央内阁甲中央办公厅的迄个网站。
迄个网站顶端有咱所谓在各单位的名字哈、哦，因为现在名字参与共到现在有一些还是不是正确的，啊，所以有关这个部分哈、哦，咱话把这个啊做组织部，啊这个宣传部哈、哦，来交代讲一点爱精细一时间啊，爱老难缠，啊你各位大神哦，你应该入去这个网站你去看。花了嘛，你要从你希望你的这个后摆你的职业的范围，对，你这个职务范围哈，你到底要管哪些东西？你有什么构想？我是希望讲要有突破性，不要讲吼，中华民国的是安怎，啊你就安怎，那不对。咱希望讲中华民国安怎，咱一定要比更加好才对，因为咱台湾年轻人爱替咱台湾人后摆的后代啊，建设一个。真美美观，啊，大家拢会当生活啊，真好个台湾，你讲对不对？对。我讲吼，这个黑熊的研习班吼，这边已经进行宣布讲要重新登记啦。伫这个7月13吼，六点以前啊，州长，咱刚接受州长吼所提供的名单，将这个黑熊的这个研习营的名单吼。寄来咱这个咱规定的这个网站，啊，7月15呢，16点吼，要提供迄个申请表来甲中央备查，啊，7月27的这个拜五的下午2点，所有黑熊迄个啊，这研习班的成员啊，拢爱伫桃园啊会馆集合，啊，成员啊是有规定45岁以下，啊，爱戴这个民政府的迄个帽子啊徽章。啊，白色的短袖的衬衫2件，男女都一样。深色的西装裤，啊，牛仔裤不可以。啊，查某的吼，爱着深色的裙装，穿黑色皮鞋，爱带 ROC 的身份证，啊，是讲咱民政府的身份证。啊，这个因为咱底下爱挂上吼，啊，连民宿跟吃饭的费用吼，啊，是500块。啊，这预计哈，7月26号的来报的气象吼，啊，捷讯，这个。黑熊研习班吼，训练以后吼，可能会伫九月，也是伫10月时阵吼，开始日本的。伫日本的费用啊，除了着家己的飞机票家己负担以外，所有的吃住、住宿一切拢由咱中央政府来负担。啊，这点吼，甲各位讲个清楚，就是你若要来参加这个黑熊，你也甲迄个黑熊，当然这个黑熊这边吼，爱拜托这个。7位的州长吼、哦，负责面谈，因为面谈是小路吼，给中央知影，中央买当派人吼、哦，和您共同。因为你若准这边的面谈，假设里面有忠诚问题的时候呢，州长要负责任。所以州长有绝对的权力，同意跟不同意，我们中央绝对不予干预的。啊，45岁以下，这是一雄吼、哦，黑熊研习班的代志，给咱们报告。7月23到这个7月28，日本的自卫队啊，这个有空军、陆军，啊，甲一个秘书吼，啊，要来咱台湾民政府访问，啊，尤其是这三个人吼，拢是头一摆来台湾，最近也捌来台湾，啊，我想你讲的吼，应该知影伊的意义啦，啊，由中央啊统一来接待，啊，咱有安排要去国军访问的时阵吼，啊，拜托首长，啊，咱所有人来配合。即马要来讲的，就是美国的国安会啊，伫这个即个月的月初时去参加新加坡的迄个啊，叫做香格里拉的迄个30个国家的国防部的会议以后啊，啊，因这个美国的邀请啊，有过来台湾啊，为提升全港，啊，有含咱记者，记者面的时阵啊，咱甲伊讲，机关呢，迄个。袂在机啊，那去宣布讲，中华民国的护照伫10月份要免签证，啊，这到底你甲阮讲的，含迄个袂在机啊讲的矛盾，啊，到底是对谁人讲的较对？啊，所以伊就咧笑，伊甲我讲，伊讲你们放心，伫顶过为即摆开始的审的头前的6个月，有1000几件、1000多件中华民国的护照，予中国人摕来去美国调查。
所以因绝对伫国家安全的即个考虑顶管啊，因即个国家安全的绝对袂批准。所以司法部甲即个国安局啊是反对，所以甲我一旦放心，安尼欢喜无？就是这样吼，我嘛讲一个例，互各位听吼。甲这礼拜尔吼，这礼拜咱有一个中心吼，伊个迄个台湾公民身份证的号码是380号，啊，伊去签迄个哥斯达黎加的签证啦。啊，中华民国的吼，迄个身份证袂使，摕咱的身份证去签嘛，得着5年的签证，5年。那来讲，我们来问一下，先来做，美国若叫咱敢，敢甲咱讲，你爱去做吼？啊，包括这边去印度，你有甲注意看无？印度内底有讲啥？去印度那边去格兰沙拉吼，你不是只有印度的签证诶，还有一个签证你要拿诶，格兰沙拉的签证诶。格兰沙拉是啥物物件？内底是啥物物件？我内底就是流亡的西藏政府租一片土地啊，你入去格兰沙拉爱特别的签证，啊，咱在双方甲这啊这。耶洛桑总理啊，有讲，我们双方啊互相承认，啊，咱承认伊后摆咱啊民进党执政，伊话来咱用伊的啊做护照入来台湾。啊，即摆呢，咱现出是还袂有护照，咱的护照还阁申请吼，再来我来讲，咱后摆呢嘛有护照买单，直接直去格兰沙拉，还免签证。啊，即摆呢，你只要用咱的台湾公民身份证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公民身份证的好处。愈来愈侪啦，对不对啊？搁一点吼，美国的国防部，你知影讲，咱伫这个4月23有正式寄50件的申请表去美国国防部，就是所谓的 USNG。去个国防部讲，啊，你毋是讲讲这个申请已经落来，啊，原来要求是用美国军事政府所发的 certificate paper， 就是旅行证件。啊，为什么我们台湾人到今日要去问用迄个中华民国的护照？这完全不合理。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你嘛无承认吗？啊，你来叫台湾人去摕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奇怪。所以呢，伊刚才因为见会议才到1个半月啊，所以咱爱甲问嘛，讲啊，你想来？他起码他没有对任何消息，伊甲咱正式答复。因为美国的国防部已经建立正式含国务院。已经开会，也开了几次的会。伊甲我讲，伊讲你甲这里啊，所有的台湾民政府的中心讲，要有一点点耐心啊。你67年来要甲伊改变啊，不是讲一天就改变。所以我相信哈，我估计啦，应该是搁在2个月是3个月，我们就会解决。所以作为工作啊，各位知影，就是讲咱民政府所讲的，拢是照美国甲咱安讲，咱就安尼。刚刚是迄个鹦鹉同款，就学伊阿讲，阿甲各位宣布。啊，你阿看吼，从以前到即卖为止，所讲的每一项代志拢有达到。规律就是啊呐，时间会拖较久命尔。啊，你是讲80年票，你咧印象足深深刻，对不对？啊，一年前甲咱讲迄个国徽，要甲除掉，要甲除掉。啊，讲未使做兵，啊，就真正无做兵啊。所以你甲看会出来讲，中华民国现出时所准备是啊呐。要多亡啊！因为中华民国应该是，当然咱是美国是希望讲这个政权转移啊，按和平转移，咱不会革命。所以有的人吼，有一寡论述讲，都爱叫咱来组织啥革命团体、武装暴动。啊，若讲要革命团体也是武装暴动啊，一个的人嘛，拢秘伫后壁，啊叫台湾人先去死。啊，你要去死无？当然嘛不会。所以吼。上盖好的话就是咱的这个法律论述，咱用法律来论述。但是我跟你讲哦，法理论述唔是简单，法理论述你袂当行唔对哦。这敢是一钢一条的钢索共款，你行你管你行，你若行了无好势跌落去，我讲变做重伤处理。这是美国上盖厉害，就是讲你不能够将台湾啊后摆变做重伤国家。所以各位吼，你一定要做清楚。我们台湾绝对后摆未当变成强盛的国家，包括即摆日本，现主席日本有啥物情形发生？日本的情形就是左派即摆抬头，美国已经有开始去帮忙日本的这右派，就是希望这右派啊会当抬头。
即六所谓的六派是啥物啊？就是反对共产党。各位你也知影，现主席，咱最近有人在讲，咱是不是去听迄个日本的国节？咱原来日本国节，啊，因为今日大家有真侪人伫遮，所以我简单的讲一摆。有台湾人交爸老母拢是日本人，啊，伊讲啊，我嘛是日本的国节，去甲日本去到日本政府去告，结果呢，1985年日本的国定法里判不对。我们不能给你日本国籍。事实上，要被划归以前，咱就讲啦，他没有拿到日本国籍是正确。你想我清楚，原来日本是叫做什么什么国家？大日本帝国，大日本国呢？即卖国家是啥？日本国呢？原来大日本帝国甲现主席日本国有共款无？完全不同啊！所以你应该称日本国，这个新的是1947年迄个五月的这个新宪法下卡的日本政府的国籍读个歹，所以日本的国定法的判决是正确的啊。咱即马今日的新闻就是，咱的国籍是啥？是大日本帝国下卡的日本国籍呢。所以我跟你讲吼，真正法律不是三纲五纲，你要弄得很清楚。大日本帝国有啥物所在？有北海道，有独岛。有琉球，有台湾，有新南群岛，就是都独独无迄个日本人之前四个岛。本州，迄个福海岛、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迄四个才是日本国。但是大日本帝国是包括台湾甲澎湖，哎，甲这个也做琉球的。时间过来之后，所以你个想法就知影，所以无怪苏联你甲日本。日本政府现主席，日本政府你甲苏联偷北方四岛，苏联喊差的歪场，你讲嘛，你们没有权利来要北方四岛，哎，北方四岛是啥物人个？日本天皇个，大日本帝国个啊。啊，所以今日有真侪人，包括你咱台湾啊，一寡法律的论述啊，乌白讲一遍。即嘛，美国国安局、美国国防。帝国已经完全100%和咱取得联系，同时和咱到底呐有建立这个国籍了，所以非常的清楚。因为有真侪代志，我伫这个所在嘛不方便讲公开讲一寡代志，但是我各位大家拢头脑真好，你刚刚看咱中央有最近有真侪措施，你应该会知影一二，啊无上就话0.5你嘛知。所以，这个第七点的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积极地着手处理旅行文件的事宜啊，啊，一定会叫法院判决通过，啊，请咱耐心等候。你看嘛吼，咱这个林志升抗美案及200个贝爷去抗美国迄个案子，外口拢讲咱过输了，其实咱是过。所以呢，有个人去吐槽，哇，当然啊，这顶耐也是输了，其实不是。所谓的等待就是待审啊，等待审理啊，因为高等法院一年只有100件到150件尔，所以在这个2009年的时阵啊，我的单居弼先生啊，啊有写一个回应，甲这个说明，啊写下以后啊，公布，但这个公布规天拢我来报，所以咱拢无人知，到最近有一间媒体才将这个香港的迄个阿扁啊总统的说明啊寄予咱。啊，咱就甲公布，啊，即摆公布是伫网顶网站尔，啊，我即摆就三日乌白兔，不要紧，各位，10月2日礼拜二，全台湾所有报道，台湾民政府正式刊半版的公布，同时10月2日暗部，阿扁啊总统对。咱抗美国这个案的说明，甲迄个回应啊，咱甲开出来，大大片甲开出来，你看好无？啊，你问我较钱倒来，200-300万的吼，啊，啊，这你家己收的。我讲，你讲十八九，你大概咧1%-2%的想法嘛，你家己收的，过来。他关于有讲过吼。咱现主席台湾民政府叫做属于军政时期，所以军政时期并不是讲现主席首长啊，还是中央家人讲话啊，就算啥算啥。那
咱中央也是在州长啊，拢有开会，啊开会了会讨论，讨论了后有一个决定，决定以后过予美国，啊美国不一定大概拢能准的。以前公民权利法案，甲咱驳回三次，咱即马开始创海关法，海关法是还未出来啦吼，因为海关哦，牵涉足多啦。你敢知影即马现出是中华民国海关是开始开放民营？